化总统李永智在嘻哈圈跟综艺圈都相当活跃，今年人气水涨船高。昨天他前往美国纽约参加时装周，现身南韩仁川机场，第一次挑战自己的机场时尚。上半身皮衣搭配超亮眼迷你银色短裙，害羞的展示他手中的小包，可爱又深色的模样，连记者们都超级爱他，纷纷下了超多浮夸的标题赞美他。李永智真可爱，李永智惹人爱的脸颊爱心，李永智我爱你，李永智爱心发射，李永智充满可爱。李永智看到报道后还截图 po 限动，开心的说：“感受到大家对我的爱，谢谢大家。”这次成功的机场时尚不仅让记者们相当爱戴他，不少网友也被李永智和记者们的逗趣互动笑翻。